棒的，他每个人看到他都是完全没有杀伤力，对，他每个人都跟我说，你嫁给才子这么会做音乐，我想说其实做音乐跟我没关系，以前拿顶多就是可能拿唱说我们台湾经济有多好有多好，但你看看，绿媒自己有写的警讯呢，上市公司前三季获利衰退19%，创七年来最大跌幅。哎呦，今年的冬天难过，无薪假呢超过了，已经到达了2668人了，创今年的新高纪录。可是我们看到这些数字，也想到一件事情，官字上面有两个口，庶民没有办法去跟这些官争这些数字，但是庶民的生活当中是自己最有感受的。趁钱的挺多钱的。七十年被公家批听，你那是挖出来被掏空台湾的财产啦，要安怎甲你公家怪啦？你敢有资金？